Hello， 各位宅男朋友们，我是王心如。那现在呢，从6月28号开始，每天的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9点，麻烦拜托拜托，你们就放下手边的电动，就只要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，然后打开电视第八频道，跟我一起收看阿弟。虽然你们是宅男们，不过我也是宅女，所以应该很有说服力。那我们就电视机前面不见不散咯。很low，我还最后就是先放慢动作，这次很好。